仔打谢生，不如跟神言试验。你好，大爷。哎，你在做什么？你这个是在做什么？靠后呢。这个要做多长时间？没有咋地。大爷，您今年高寿？六十了。你们做这门手艺做多长时间了？四十六七年了，十三岁就开始，不是？开始走了。一天要敲多少个小时？哎呀，这个嘛，早上半个小时。那早上起来搓点才烤，晚上包的。晚上搓点才开始洗，一天就做的，闷子都不成。那以后你们这个东西还要继续做下去吗？不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了。走了，这腰杆疼，腿不上个了，反正我们这些活着走多远，还是就不走了。你坚持了四十多年的手艺，就这样，你心里难过吗？那工作给占住的办法嘛。所以说，贵阳那么早跟说我们，西乡那不行的，还不走的，很不自然嘛。就像那个嘛，因为钱呢，永远偷不完的钱，反正身体是重要的。哎，刚刚您在那个敲的时候，我给你拍了一张照片，哈哈，也看看。那老的不年轻时候了，帅了嘛。他在活着时候，刚来时代的话，咱刚来结婚那个时候嘛，我觉得个做这个活不得容易哈，反正做的一年比一年做的是有点老是容易的很了，反正岁数不饶人，就是。生活是这样子。同气应声，为达四十六年春秋几度。岁月如风，留守初心不改，手艺依旧。